第九场又跑翻千二米，好多只马赢过佢，二三五六九十一，二三五六九十一，六只马赢过，十三就入个 Q， 系咁啦。即系有八只马系上个名啦，其中二三五六九十一就赢过十三。就入个 Q， 呢只马赢过，呢只马二号仔叫好好，叫好拍档。二号仔好拍档。上次十一，前次六，隔晚十一倍。呢只一号仔叫做展宏图初跑此程，上次三十一倍跑第八，而家廿三倍。即是他是比这个有赛绩那些呢，是即是差了一点这样啊。因为这么多只马都有赛绩，他是没有初跑此程。上次跑第八，不过今次是第二次出赛的。即离远看三号呢就叫年年有型钟逸礼。这只马挺好啊，钟逸礼上次呢就跑第三的。这只马赢过本路程，上次成绩都好。上次成绩好的就是三号、十号，这就是其中之一。边线的第四就是九号、十一号。三号年年有型向前啊，一尾告东尼有两只，一只勇敢梦想，一只年年有型，两只都有飞。四号致胜时机。四号就未上个名嘅本路程，上次加你三十倍第六，而家就系三十八倍。田大安，几好啊！五号超音鼠三十几倍，五号马系赢过本路程，上次系三十倍跑第六，但系前次好喎，前次跑第一嘅。超音鼠前次是十三倍，波件事第一名，即是有时又得，有时又不得，突然间又得咁样，好难估计嗰啲嘛。魅力宝区六号单位数字啊，今次魅力宝区上次是十三倍，莫亚跑第九，点解今次咁多飞啊？因为潘顿魅力宝区。前次十四倍跑十一嘅，再前次廿七倍跑第四。肯出闸先得嘅，要出到闸先得嘅。魅力宝区，蔡若翰，人马合拍嘅呢个潘顿，其实佢赢过嘅。七号实力哥，哇！实力哥七号仔隔晚七倍，我以为即咁劲，而家变咗廿几倍啊！初次出赛，隔晚有飞，现场冷门。七号仔，骑师系加里。八号喜喜任务十七倍，喜喜任务上次赢五倍跑第五嘅。喜喜任务唔错嘅只马，五四六咁样啊，三次啊，今次第四次出赛，八号仔。十号杰出汉子夹晚大热门嚟喎，吕建威何泽尧最叻入个 Q， 上次亦都成绩好，所以又热门之一，廿三倍，夜三蚊系咪？夜三倍，上次第二，前次第三，前次第四咁啊，二三四六越嚟越近咁样，所以就明显热门咗好多啦。上次十四倍，十一号万众力得。苏小辉夜一倍，万众力得上次潘明辉三五倍跑第四，万众力得上次第四是最好的了，近期六次最好的了，跑好点都就有钱收。十一号仔，十三号啊，咁样嘅三次入 Q 未赢过，上次亦都成绩唔远，跑第五。四十八倍，档位又好，系咪？
不过是升班来跑啦。我要10号3号何泽耀钟奕丽。9号的勇敢梦想。勇敢梦想上次跑第4。赢过本老程。勇敢梦想10号。不是10号这只是叫做杰出汉子。9号就勇敢梦想。九号同呢个三号咧同埋马房嘅，咁我就拣个钟奕丽啊，1200米向前，多人关注嘅系2号、3号、10号、9号、2、3、9、10、6号魅力宝区都多人拣嘅。看看高东尼两只马是钟奕丽好一点还是勇敢梦想好一点，两只马都赢过本路程，二号九号都赢过。田泰安在那里谈什么？四号仔和九号仔勇敢梦想蔡明少谈。八号黄色衫喜喜任务冷门来的。另外一隻黄色衫黑色就有星星的呢，就是万众力得。现在这隻格仔的就是叫做勇敢梦想九号蔡明少。十号杰出汉子呢就绿色格，这隻就红格。绿色衫有就的就是叫展宏图，上次第八。接下来要10号、11号、2号要霍宏星，10号是何泽尧，11号是苏兆辉。苏兆辉上一场骑得很好，短兵相接冲出来，两只马之间。11号的这只就是Jenny 中意呢只11号黄色，万众力得，万众力得以前莫雷拉赢过嘛。2号一见到呢只好拍档，好拍档都好噶，赢过本路程。13号陈嘉熙，13号陈嘉熙咧就3个 Q， 试过入过3次 Q， 系未赢过本路程。上次苏兆辉就跑第5嘅，而家换俾陈嘉熙，系排过一档，其实偷鸡好好好嘅呢只马，又轻磅啊，又入个 Q 咁样，又一档出闸冲咗出嚟，系咁向前跑得嘅。展宏图呢个一号，墨绿色衫啊，呢个系咪一号仔？展宏图夜八倍。第二次出赛，10号啊！而家见到呢只绿色格仔咧，就系我拣呢只叫做杰出汉子，因为佢近绩好啊，2、3、4，勇敢梦想都好，4、1、2，钟奕丽就3、3、8。咁咪同只好拍档啊，同一个父系，都系 showcase 嗰啲马啦，都举行啦。三班1200米嘅飞数都几集中啊！呢只杰出汉子啊，得两倍啫。位置就13蚊。好啦，有马入闸，跟住系魅力宝区杰出汉子，再嚟就好拍档，又轮到只热门马骝计啦。临尾两只马起飞啊，2号、6号，好啦，杰出汉子亦都搞掂埋，剩翻3只马，咁啊交俾集战，翻一对，好拍档，展宏图。
睇下展宏图入闸嘅状况啊。好啦，展宏图入咗半个身位，都搞掂埋，全部马不准备妥当。九场赛事三班千二大热系十，黄奇居。隨時起步啊！好，你一起步，喜俊之星应声弹出啦。中间有呢只就杰出汉子啦。咁啊，中档粉红帽魅力宝区啊，外边万众力得个黄衫追出绿色衫，年年有型啊。咁啊，大约跟住个第六位啦，红衫系好拍档嚟噶，内栏啊实力哥啦，出边黄衫尾五咧就起起任务，后边四只展宏图啦，尾三白衫咧就超音主啦，尾二内栏咧粉红衫就勇敢梦想，暂时殿后系致胜时机嚟噶。转紧弯嘅时候啦，一对放啊，埋边就喜俊之星啦，响外边就年年有型啦，第三位。埋边系魅力宝区，第四位出边咧就杰出汉子啊，第五位红帽黄衫嗰只咧仲系万众力得啦，出边走上去起起任务啊，咁啊好多层啊嘛，出边系超音鼠啦，马林中间咧就好拍档，等入边勇敢梦想啊，掟到最出仲系致胜时机啊，好啦，最后三百零米啦，喜俊之星占先啊，魅力宝区咧就响呢个第二位，中间有杰出汉子啦，等入边勇敢梦想啊，再见到外边追上嚟嘅马有万众力得起起任务好拍档大外档超音鼠，最后一百魅力宝区。透出咗中间位置，仲有杰出汉子，喘内难上，勇敢梦想，咁啊出边追上嚟噶嘛，仲系好拍档，起起任务，接近终点，勇敢梦想埋边穿上嚟赢啊！跑第二名系魅力宝区咧，就有机会外边冲上嚟噶嘛，有好拍档，中间黄衫仲系起起任务啊！结果今场赛事魅力宝区入到最后二百咧，已经攞位嗰度有啲礼计噶啦，但系出咗头先，但系埋边后发先至啊！勇敢梦想几步过晒出边。起起任务黄衫，外边红衫，好拍档，影相争第三。高东嚟一堆，咁啊年年有型放，呢次系后上啦。咁啊九号嘅勇敢梦想啊，蔡明少咁啊胜出啦，跑第二名六号嘅魅力宝区啦，潘顿第三名都好近喎，睇下咪要好拍档啊，咁啊仲有只起起任务影相。蔡明少好啲嗰只马，好过呢个钟奕礼嗰只啊，钟奕礼喺前边跑放头。钟奕礼放头，蔡明少后追。即十号跑到冇力噶，何泽耀。但系潘顿点跑好努力啊，潘顿啊，只六号仔喺呢度啊，第二啊。咁啊，钟奕礼喺前面喺前面跑啊，绿色格嘅十号仔何泽耀喺度追住。十三号喜俊之星陈嘉熙本来可以偷鸡啊，啫呢场啊真系出嚟跑咗一段俾你睇。咁啊，钟奕礼我以为钟奕礼喺前边，咁跟住啊十号仔格仔上嚟追，咁咪搞掂啦，系咪？点不知两只冇力嘅啫，反而只潘顿仲好力。我讲人噶，讲马就听马会，我觉得事在人为嘅跑马。潘顿而家喺里边，何泽尧喺外边。咁你仲有只蔡明少喎，仲有只啊？喺里边摄喎，真系好鬼劲啊！真系。好啦，嗱，何泽尧呢度似乎得啦，点知蔡明少喺度冲上嚟啊？呢只啊，六号潘顿以为得吓，哇！蔡明少最后五十米就真系冲上嚟，嘘声过赢佢一条马颈，睇到啊！几鬼劲啊！明显速度，只十号仔跑到第四、第五、第六，八十几蚊。九号仔啊，买晒股东嚟两只 win 咁啊，有钱收啊真系。